表。哎，之前把我那个宝贝给搞丢了，我天天白天睡不着，晚上睡不着的哦。现在呀，我又花几只购入一个宝贝哦。宝宝，今天宝贝要洗水了，今天这个海光呢，是吧？也不是太好，但是呢。宝贝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下水，所以说今天我就特意是吧，我就带他来外海下去泡一泡海水，适应一下这个海水哦，这块的啊。那我们就赶紧把它带下去看一下，这个宝贝会不会对我带来很大的收获啊？这块的啊，纯种白下水。下水、今天发财，今天啊下水。水太狠了，这水好高啊！水太狠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打了两个了。啊？阿峰打了两个了，打了个黑金骨。鱼呢？还没上来。他打两个了。啊，打两个了。这么牛逼？水清不清？水清吗？OK， 难道外面水清吗？应该是那边水清一点。那去看一下。调戏吗？什么鱼？小鱼啊？应该是金骨鳗吧，可能差不多两斤了吧。有这种事情？这上面有没敲，不然我就赶他了。继续，峰哥说那边水清。宝贝不行啊，遇见那种天气。水太狠了，搞不了了，上船了。
要不然我们换电了，不搞了，这里水不行。好了，往这里难搞哦。哎，起麻了，换地方了啊！哎，哎，哎，哎。怎么这么重呢？哎呦！我操！高到亮货了，怎么高？啊？你确定？我有螃蟹。继续这个有个小的啊，谁看？丢！哦，没有了，不搞了，又难了，走，稳点，稳点。啊，换到新地点，新机全下水。哎呦！鸡笼仓一条，哎呦，终于开张了，这快点，好，哦，哦。